今行くからね。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姆。好的，然后这一款《忍者学院》啊，我们小声一点。我来检查一下有没有声音。好，神秘的忍者戴着一个天口面具哦，就忍者题材。战国忍者题材哦，音乐蛮好听的，小声一点好了。因为我前几天 OBS 录游戏没声音，我刚把它停掉，然后去听一下。恭喜你成为忍者学院编号啊，00001！我是第一个学员哦。哦，大概是典籍赚钱吗？典籍经营赚钱吗？不知道欸，试试看。换衣服还打个马赛克啊？好 ，Shinobi 是 Shinobi 吗？这个可爱卡通风的忍者。就忍者乱太郎嘛，冷淡里面好多冷淡，也是学员的，然后是搞笑的。那这个应该不是啦，就是题材是类似吧。今天是11月17号，游戏我刚看了一下，1000+下载次数，11月14日更新 ，Play 商店首页看到的。然后他没有贴脸书网址，我去看脸书没东西，真的没东西。我会把那个网址复制在资讯栏位。好，解锁这个体术，这就是那种比较有剧情的哦，比较有剧情的典籍经营赚钱吧。这种游戏有开医院的啦，或是。餐厅的啦，或是运动类的啊，那种题材啊，然后开院呢就有很多什么 X 光啊，或是什么各种看病的一些科啊，什么内科啊、心脏科啊。那我们这是忍者的嘛，就是有那个招生处，然后就要开始训练这些小忍者。然后进来就要这边有一个什么通识哦，哇，通识课程，以前大学都要上通识。通识好像大一都要修吧，然后，就上一些类似历史啊，或者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有点忘了，反正就比较通用的，可能英文也算吧。反正他这边也翻成通识啊，通识课程要打3级，点这个然后升级一下，这是我们每分钟的收益啊，收益这个铜钱。喉咙有点痰啊，准备倒水喝一下，给他跑一下好了。倒一下水。我们这是半 live 直播啊，就是录下来而已。但是其实就是我游玩的过程，我也没有去做过多的剪辑啊。就是偷懒嘛，就没有剪辑啊，没有上字幕啊，不是什么精华啊。有没有？它就是有剧情的啦，有敌人是不是？有一种是训练完之后还要出去战斗，
就是那种勇者类的冒险者类的冒险家类的工会类的。那我们这个也许有这边有那个失踪的村民，要完成这些任务。这都还没有去解锁，这个应该是宣传吧？哦，宣传，先不要管它，先不要管，我们先做任务吧。更衣室，先做主线任务吧。主线任务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是体术啊。就忍者嘛，分体术跟忍术啊。火影忍者里面也是有分忍术跟体术啊。就像那个小李啊，努力的天才啊，他不会忍术，他只会体术而已。然后就无情的被吴爱如给干掉了，全身性骨头都粉碎了。体术的座位打两个，因为这个没有很无脑，你要稍微看一下。然后钱最好也不要乱花，因为怕不够。目前为止还可以，没有强制广告。好，下面有忍术的研究，是不是？巧舌之术，这不是那个鸣人的那个吗？鸣人的忍术吗？嘴炮之术，用嘴炮就说服敌人。其实那个火影忍者就是很多剧情都是作者啊跟他们那个什么编辑部啊他们讨论出来的一些走向嘛。然后那个这边二十集，然后那个火影忍者后期的那个就换他们的责任编辑了。所以他后期的那个剧情就比较烂一点，这好像是公开出来的说法吧。反正至少他还是有始有终啦，就画完了。只是第二部那个什么《博人传》真的好像也没人看吧？我也没看，我好像只看十几话而已吧。就那个，首先他的画风是他的那个助手画的嘛，画的不好看啊。然后再来剧情好像也不怎么样。怎么没有腰斩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好像是双周刊还是几周刊，反正就不是周周发啦。火影忍者以前火影忍者 online 的那个网页版玩了三年吧，可是我当时没有做 YouTube， 有录游戏，有一个频道我有录。这次就是小众啦，就给自己看爽的啦，就把里面的一些战斗啊什么的把它录一录。二十级，为什么要先要点这个啊？这个要点二十级哦。基础伤病救护，好，继续升级啊，座位啊什么的。就是点击赚钱的游戏啊，然后这边有探险吗？还没办法哈，还没办法，这个还没有完成，要完成37个任务，这个要30、20级茶道，还要练茶道啊。哎，今天的新闻是什么？哦，我还在16号啦，16号就台湾世界棒球12强，今天输日本嘛，3-1。我没有看啊，我就看那个结局而已。获得道具哦，在哪里啊？这个，欸，没有啊。我看一下哦，侧门的钥匙，多点几次看看。侧门的钥匙在哪里啊？哇，直侧门的钥匙，我连侧门在哪里都不知道啊。卡关。卡关，
可探索。他不理我啊。哦，所以这是一个类似事件让你点，然后有赚钱，然后有钥匙这样。我想说为什么一直指这里啊？这是侧门的，我看不出来这是侧门的。如果他说是书衣柜啊，什么柜子，还可以理解一下。还要看广告来的、啊。招生席也没有看广告。像这种都一直 repeat 的同一个 BGM 的话、啊，如果吃版权就是全部静音，好听的音乐就是全部静音的，我也没办法。啊，弄一下查到啊，那十七号要打澳洲啦，赢的话就大概率就晋级了，可以去东京打复赛，打四强战的。因为六取二啊，日本理论上会晋级嘛，因为他已经三胜零败了，我们是两胜一败，然后多米尼加是一胜三败吧，韩国是多少？两胜两败是不是啊？对啦，因为韩国输日本跟我们，那、啊、今天竟然赢多米尼加逆转。本来掉六分啊，六比零啊，最后竟然逆转，多米尼加真的是失误啊，一个大失误被翻回来。这边又有那个点击的事件，失踪村民发现线索，我就说他这个游戏他的那个没那么单纯，就是一直点击赚钱，他是有一些故事啊剧情的。会更好玩一点啊！要找线索。好，那我们把整个界面稍微看一下吧。这是我的 ID， 应该是可以改。大种猪猪，嗯。然后公告首页也有，但是你一开首页就直接进来了。游戏是11月15号哦。不付费哦，付费不三档测试，那就是公测吧。付费不三档测试，首页你开启游戏有看，我有看到公告，那就直接进了。我想说那就直接录好了。好，音乐音效，公告客服语言不用换了吧，简中繁中而已。账号绑定，你如果要玩的话要绑账号。然后这是看广告，这是我们目前的那个主要的事件，然后这是。那种做任务拿这个奖励的任务的功能啊，然后忍术，这是增加一些效益吧，收益。这个有这个卷轴嘛，然后探险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主要任务事件追踪。好，那先这样吧，好，先这样吧，其他的玩法就慢慢解锁了。好的，我是汉姆，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